叫声。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，在这边和大家郑重介绍，这是我老公吴炯植。你看是不是不管什么姿势什么动作都帅到你不要不要的啊。超夯男神朴宝剑和张力扬，个个都是魅力满分。不过你发现了吗？他们身上穿的都是 Kate Weiss， 无论是可爱还是帅气 look， 完全就是男友风啊，叫人怎么受得了？的代言人身上每一件单品都夯了不行，只能说厂商找上我们力扬真的是太有眼光啦。